这么说的吗？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秋胖胖。那今天又来给大家做视频了。那本期视频的话，给大家带一期这个枪王排位的低视角啦。然后玩的呢，依旧是这个新沙漠灰啦。那首先上来呢，我们是担任这个保卫方啊。完了这场比赛呢，跟平时出的这个枪王排位可能不大一样啊，因为往期视频里面老有这个小粉丝们说啊，秋雨能不能给我们打一些高端局啊？因为平时秋雨出视频啊，基本上都打一些粉丝单啊，比如说啊什么宗师啊、枪王一啊，最高的橘子呢，也就是枪王六啊。啊，枪王六在你们眼里现在已经不算高端局了啊。那其实赛季初刚开始呢，秋雨也有去冲刺这个东部战区的前100啊，而且进了之后呢，啊就开始比较忙了啊，就没有再继续锤下去了啊。然后今天呢啊，就来给大家带一期这个东部战区的枪王之王段位的排位赛啊。然后这场呢是跟这个杨多多玩的啊，就是白沙小红帽啊，当时呢他也有要上分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双排一波啊，双排一波，正好他的号呢是枪王之王，然后这个呢是秋雨借的一个粉丝号啊，然后这一场呢，比较刺激的是也碰到了，正好偶遇到了秋雨以前的老大哥啊，4年前我在解说第一次 CF 的这个 TGA 大奖赛的时候啊，一直带着我的这个老大哥啊，怪咖哥啊，咖哥啊，柴哥啊，正好是偶遇到了啊，然后呢，特别有意思的是，我们连着跟他们打了3场啊，3场全是这个新沙漠灰啊。那秋雨呢，挑了一场我发挥的比较出色的啊，而且这个枪王之王局的话，比较尴尬的是啊，杀的就没有平时那么多啊，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，因为像这种枪王之王局啊，就是说可能说大家打的都比较散啊，打起来比较散，所以说抓人呢要从各个点去抓啊，并不像以前的橘子一样，人家 push 一波啊，然后我刷屏一波啊，没有这么容易的啊，就是说打起来呢可能会吃力一些啊。完了之后呢，打到一半啊，我就在说，我说这个 GK 外设会不会是卡壳啊？我在跟小红帽说，哎，帽子他也认识啊，他们也比较熟啊，我就问啊，我说是不是啊？他说好像是吧啊，然后呢就他们就聊起来了，啊，有点尬啊，然后我就悄悄的杀人啊，这个时候呢啊，虽然说这个我一直在悄悄杀人啊，但是现在呢也只是杀了三个，打了三个 frag 啊，完了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个残局啊，一个3v4残局，哎，秋雨的话这边下下 A 大，然后对面的 A 大扑红烟啊，比较尬。然后我这边瞄红明甩枪没甩着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第一时间连跳回防啊，因为当时的话我们已经漏枪了啊，所以说对面判断呢，景家是有2把狙的啊。这个时候我以这个非常快速的回防啊，然后呢转到这个 A 拐位置，哎，好的，直接打到卡哥一个侧身啊。完了之后我们这边的话剩一个 1v1 啊，1v1，然后我这边打到他一瞬间再接一个高爆啊，然后的话扎正了之后起跳啊，接一个连跳。要来到 A 包点，哎，好的，然后一个假拆啊，这个假拆呢是非常重要的啊，一拆假的啊，然后反手呢把它打掉，然后再去拆包，因为时间的话是非常充足的啊。然后呢，这种枪王之王的残局啊，像别人都是会玩的啊，所以说呢，你自己也要走一些自己的套路啊。首先，这颗高爆为什么要砸呢？啊，高爆呢一定不会砸到它啊，因为我这颗高爆的话砸的是包点的位置啊，但是要利用高爆的那个，喷起的那个雾啊，喷起的那个渣啊，还有那个，高爆的声音啊，来掩盖自己连跳啊，就是起跳的那个声音啊，还有就是落地的声音啊，就是，掩护自己过去嘛啊，可以这么说啊，因为他也不可能站在高爆上面打我啊，所以说他肯定会藏一波，然后秋雨成功来到包点之后呢，选择先拆包。拆包记住啊，假拆的时候大家记住一个细节，就是假拆完了之后一定不能露脚步啊，不然的话别人就知道你是假拆的了啊。所以说你假拆了之后要进步啊，然后预判他的位置拉出去，直接一个提前枪带走啊。因为这局没有杀人，所以说秋雨呢啊也来给大家聊聊刚才那个残局啊。然后我们上半场呢啊以小小的优势啊5比1拿到 ACE 啊，没错啊，因为枪王排位啊，特别是我们当时好像还是三排，还有一个小哥啊，可能水平相差的不是特别大啊，所以说大家呢这个杀人数也比较平均。然后我们这边第二把来 push 一下 B 点，哎，好的，直接用手枪抓掉 B 包点一个，然后我们这边用天龙狙啊预瞄 B 门，然后击杀掉一个 A 包点回防的人啊，远距离一个击杀啊，然后呢比分来到5比1啊，这个时候是一个大顺风啊，然后呢，秋雨这一把是复活在了 A 大的位置啊，A 大的位置，然后看看能不能来锤一波啊，然后这里手雷丢过去，哎，好像没有看到人前顶，然后我们这边排稍微排一下狙击点，
哎，好的，哎，看到这个 A 包点有一个，哎，直接一枪打掉，打掉完了之后，我们在上面再来瞧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啊？因为当时比分的话比较这个拉得比较远啊，所以说还是有机会可以浪一下啊。哎，然后队友呢，哎，这边拉过去之后呢，直接就上包点了啊。就这边的话，看了一下后路啊，发现后路没有来人的话，我们这边就掩护他下包啊。结果他这边好像 A 小道这里杀人了啊，所以呢，在这边预瞄一下 A 小道，哎，看看能不能够抓一下啊，看看能不能够抓一下。哎，发现哎，过去一个啊，卡哥过去了。我们这边的话，来小道这边预瞄他啊，结果他包点的队友呢也是回防了，然后我们这边接一个连吊啊，然后的话打掉他的队友，直接一个空降，哎。哎，好的，带走。好的，本期解说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，谢谢。